开心吗？好开心啊！好像不错啊！大家好，我是 Miss Hippo。 这次呢，我第一次做 Vlog without Ben ran away。 我们两个啊 try 啦， then with the help of my 子女们。这次我跟我的 sister 还有他们的 family， 我们一起去 Bangkok， 所以 stay tuned。 OK， 我们现在比较早到，所以我们来 tour。 现在我们来吃一点东西。你会不会 excited 要去 Bangkok？ 会。对呀、啊，现在我们 enjoy 我们的 lunch 吧。OK， 现在我们 check in luggage 了，我们准备要进去里面啦。Excited 吗？要去 Bangkok？ Very excited. Hello, my sister. Are you excited? Of course. This is my first trip. 2023. Yes. So are you excited for your first trip?坐飞机哦，这么排这么长嘞，这么久嘞，你看 Bangkok 多少人去？看看看 ，queue is so long。是 Miss Hippo。So 我已经到泰国啦。我们要去拿我们的 luggage， 人多就是好啊，你看不用拿 luggage， 他们拿多好。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怎样去我们的 hotel 了。现在我们哈、要去坐BTS 还是 MRT？ I also don't know because it's our first time ride。Yeah.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来这边都是坐 Grab， 所以跟他们第一次坐这个 public transport，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怎样坐啦，我也不会，我就 follow 他们。OK， 他们plan 说要坐这个MRT 是 because 他们怕jam。OK， 现在我们买这个 token 了啊， 45 baht each。OK， 我们现在去搭 MRT 啊，拜。在我们的 hotel 对面有一个 Don Donki， 是在 MBK Center。哇，睡不着可以来这边 shop around。现在我们要去吃饭了，很累了，所以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来吃。等一下每个回去 hotel 休息了，吃这个 buffet 也很安慰的锅。你看我们很 hungry， 每个人的 order， 我们的 food 还没有来。我们现在 order 这个日本餐，还有很多还没有来， but we can't wait anymore。 你看 the children all is eating already， 看，哇，了。 OK， 现在是 day 2， 我们要去吃早餐了啦。我们要去吃早餐咯，等一下我拍给你们看，走。我们真的是不可以聊了，我们lost， 我们不懂那个 direction 了，因为的 children 是在一个grab， 我们四个老的一个 grab， 现在我们lost 掉。So the children come and rescues us already， 我们现在要去找东西吃了。脚来吃，没有，都好吃吗？并且说各自去各自的地方去 shopping 啊。Okay, let's go。OK， 现在我来这个 Kronton Plaza 是卖那个 XL 的衣服的，所以我们来看看。OK， let's go。现在我们在那个 Pantimia Mall 的外面，因为里面
也是没有什么东西煮了，所以在那边走外面的这些看东西吃。现在我要去找 hair conditioner 跟 shampoo， 因为我用不习惯它的那个 hotel 的，所以我要自己买，我因为我没有拿来。I think 我买小罐的就好了，用完就丢掉吧。现在是 snacks 的 area，这边是 snack 的 section， 但我们没有买， because 没有人要吃，所以就是这样走走看看的咯。现在我们要去 Central World 走走，可能去吃 lunch 咯。现在我们来吃 lunch， 你看他每次要 order 东西哦， order 超久的，因为他不懂要 order 什么。要 order 什么啊？你帮我啦。啊？你帮我。你哦，没有我你不用吃饭了啦。好，自己 order 啊。Okay, 我叫的是格杂酱，希望是好吃啦。这是什么？巴泰啊，他们还没有来，所以呢，我要先吃了吧。哦，你看那个 chicken basil 很好看，你看它的 egg yolk， 你看 egg yolk， 这是 papaya salad。Oh my god, Miss Hippo, meet out, Mr. Hippo, hello。吃了午餐就要去 shopping 啦，你懂哦。哪里？整天想要去 Super Rich 换钱呢？为什么呢？有的花吗？我们有的花吗？走了，我们先去看看。他们讲说哦， Super Rich 哦，换钱哦比较好嘞，它的价钱比较好。嗯，我们等一下有空看，有看到我们就去看啦。现在我来 H&M， 看到这条裙很美嘞，想买。不懂有没有我的 size？ 999。OK 啦，我去 shopping 了。So 不是999，是100。1399，不行。这个哈、哦、Central World 每次好像都有什么 activities 嘞，哇，很多人呢、啊。哇，什么 activities？ 真的很累嘞，不然为什么嘞？去 Japan 走这样久都不会累，脚不会酸，把脚骨不会酸，把来这边哦，哇，脚酸，把脚骨痛。老林说是我们喝太多冷水了。现在找一个 food court 先坐先，有的去 shopping。哎呦，我去坐一边等他们吧。OK， 我们 order 的 mango sticky rice 是我们的 favorite， can't wait to eat it。Well， 哇，他买了什么呀？大 ice cream， quite interesting。很多人买哦。哎、欸，你看啊，全部绷紧啊，绷紧，绷紧，绷紧。这样走，只是才走走一个，对吗？都没有整天啊，都晕了，每个人。是 Miss Hippo。OK， 我们刚才去香 Paragon 走，没有什么走了，只是去那边一下子。现在我们要来 Jam Center， actually 每个 shopping center 都是一样的啦，没有什么好走的。现在我们就来到 Jam Discovery， 我们只是哈、哦、这样走过走过走过而已。现在我们要去 George's Fair 的 Night Market， 等一下到了我就给你们看。OK， 我们的 Grab 到喽。Jam， 我们 finally 来到 Jobs Fair 了，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里面走， OK？ Let's go。 哇，这次的人是多到吓死人啊，太多人了。 So everyone is taking video or photo for this 西瓜西施。 She's so pretty。 要不要 order？ 哎，你要不要 order 爸爸？很久了，你看这么多人。Yeah, the queue is amazing. The food. 哇，那个人真的是很多哎。Oh my god, 这个就是那个虾。啊，我不敢吃。太过多人了，所以我不会拍了，因为太多人了，急到我哈、哦、水泄不通啊，很难拍。So 我去 enjoy 啊，拜。OK， 他们去买这个是什么？香蕉跟那个egg 的那个 pancake 酱啊，然后还有西瓜汁啊，因为哦没有办法了，这样多了你们看，我们哦就随便买来吃了。他姐姐说不要吃东西，不要喝东西，原来是他要买酒喝。开心吗？好开心啊！
喝一口。太热了，泰国太热了，不可以啊。有酒哦，就好像哦小孩子这样。We order chicken rice. 好吃吗，爸爸？好吃吗？还没有猜到。说、so, 我们现在要去 Icon 巷，听说那边很大，我还没有去过。OK， 现在我们坐 Grab 去 Icon 巷，连这个和 The Grab 是 Big Up Truck， 很高嘞，我爬不上来嘞。恩心哈，从我的屁股这样推，我才上来。等一下我拍给你们看那个 truck 有多高 ，OK？你看，就是这个啦，这样高，哇，很难上，很难下哦。OK， 我们到了 Icon 巷了，我们现在进去里面 shopping。哇，你看很美哦，好像皇宫这样哎。海地这边哦是那个 floating market 的，是吃东西的是吗？好像是哎。嗯。OK， 我们再进来。哇，这样多食物啊 ！Oh my god， 你看有一只这样大只的猪，烧猪。真的是太多东西吃了。OK， 抹吉我要买，来 try， looks yummy。是抹吉，然后 is mochi， right？ Can't wait to try the mochi， mochi。我买十二个，250 baht。然后 different flavor 啦，现在我 try 这个青色的，不好说，忘记了，一定是班丹还是什么？嗯。不会甜嘞，卖萌人啊！哈，行路老哈，行路顶，行路老哈，扯半根扯无啊！扯什么 ？Starbucks 啦，送你多爱 Starbucks 啊，对路，边角。我们现在在 Icon 巷，然后他是在这边，可是我们哈、哦，只到我只来到这边，然后、哦、那个最大的吗？是在Level 7。Oh my god！ 我们来到了。最大的 Starbucks， 它是在 Icon 巷七楼，终于找到了。可是它有 Level 2，所以哈、哦、真的很大，还可以 outdoor 的嘞。去看一下。哇，你看，哇，这个 outdoor 晚上来比较好嘞，傍晚那个晚上来，现在太阳很大，哦，很帅。哎，我们看。哇，没有，你看。现在我们要去上面啊，二楼看看。很大吗？大。坐在这边也是可以看那个 view 咯。嗯。So cool, right？ 你看，很美的。我们现在再 order 一点东西来吃了呗。order 了，等一下我们等我们的green tea latte to be ready。OK， 我们的 order 来了，为什么有一个 ice cream 的？因为我 order 这个 croissant 哦，然后它为什么来一个 ice cream 的？好是 don't know， 这样全部哈、哦、是390 baht。OK， 现在达林要 massage， 所以呢他就去问，看他要 massage 哪里多少钱。哇，这个是 hammer 的嘞！哇哇哇！这个 hammer massage 呢是只给在这个 food street 这边。恩星 also want to try the hammer massage。So now it's her turn to get free massage。哎 ，OK， 好像不错呗。感觉如何？Hammer massage， try hammer massage。哦哟，哦，痛哎！好像不错。Miss Hibo， 现在我们来到那个闽南的那个 restaurant， 因为我们找到他们六点才开，我们哈、哦、是怕 jam 嘛，所以我们提早到。你看，还有巴沙马拉没？都
还没有开啦。So right now, Miss Hippo is queuing up to visit our restaurant. We are here today at, I think it's Hang Man Seafood in English. 就要回去了，现在再找看什么东西要吃哦，随便找一天来吃啦，就是买。 OK， 我们 order 我们的 breakfast， 我 order 鹅掌，耶，我们 order 的 food 全部来喽。原来我们来吃的这件是 Michelin 的 ，No wonder 它的食物不错，好吃。 打雷，我每天lost 嘞。OK，after Chinatown， 我们现在来Dog Town 的 cafe， 等一下我们进去看 ，Go Go。 进来这个 dog cafe 的费用是350， 不过它有 plus 一个 drinks， 而且是在这边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cafe， 你们看。So total 是 2,800 bucks for 8个人。来 Terminal 21 Rama Tree， 因为它好像有三间呢。Terminal 21 Terminal 21 Rama， 还有一个 Terminal 21什么？这边哦是 Japanese Steam 的 Level 最后一层楼。那你看有 Sakura 嘞。现在我们去这个 Toilet 是 Japanese Steam 的，哇，你看，哇，还有一个 Ramen 在这边嘞。哇，看，没有，哇，你看，哈登 ，so cool， 你看这个上面是 ramen 来的嘞，假的 ramen 啦，把你看 ，so cute， 这是 level 2的 toilet， 哇 ，I think 是 Italian team， ground floor 的 toilet team， Harry Potter。我们来吃 lunch， 所以我们来吃这个 barbecue。And 达林他不要吃，所以他已经自己去外面吃了。Yeah， thank you。我们每个人去吃那个 barbecue， 他不要吃，所以他自己跑来这边吃面包，像北京这样。I order 的那个面包呢，你看它要 steam 的 ，hot strawberry tea， steam bun， 哇哦。OK， 现在呢，我们要来 Blue Sky Hotel 的 observation deck。呀，因为我们要来拍照，还有还有 complimentary drink 可以喝一点。Oh。
OK， 等一下我们上去才拍给你们看 ，OK。现在我们要去84楼了，然后啊，83楼有一个 complimentary 的 drinks，Let's go。我们到了77楼 ，OK， 现在要进去里面走走看看。我们现在在77楼，我们现在要上去84楼 ，OK。So to go to 84, we actually need to take a few different type of elevators up. And then this is the 83 floor where the sky bar is located. So turns out it's from the 83 where the sky bar is at. When you need to go up to 84th floor, you need to take the stairs. Darling， 你觉得这个 experience 怎样啊？你看多这么多次的这种高高的，这个 OK 啦，蛮美的啦。没有，第一它还是很 windy。人哦，第二我们不用走，我们只有站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了，它一直在转的，好像旋转这样啊。这次的那个sky 最高的哦， different from 那个Tokyo 我们去的，因为呢，这个它自己会旋转。I think 各有各的千秋啦，各有各的美。因为一样嘛，你看全部这样晚上看过去，他们的那些building 啊，你看远远这样看过去的话，灯很美的，全部都是一样的美的。下来83楼哈，这边可以 redeem 我们的一个 drinks， 我们进去里面坐。我们的 drinks 来了 ，Cheers！OK， 我 order food。Bunch， 我以为是这个 ，end up 呢，我去喝这个，这个是有酒的，这个是你喝的什么？Mai Tai， 里面有 rum 的嘞。你看，我已经喝了半杯，我的脸整个烧了嘞。我一定如果我喝整杯，我一定吐在这边的。Oh、my gosh。OK， 我们finish 我们的 sky bar 了，我们就下来他楼下的 night market， 走走。OK， 现在我们来吃 our dinner。Dinner time， 我们叫很多好料。OK， 我们现在要来吃那个早餐，然后我们要来吃那个 famous 的晚餐米跟猪肉饭啦。你看它的 Q， 太夸张了吧 ？Q 这样长，它 Q 多长还吧？长哎，怎么办 ？OK， 因为排队排很长。达林他不要排，他叫我们去别的地方吃。The queue is so long， 我们太饿了。我妹妹买mango sticky rice 来吃。达林在买咖啡 ，while waiting for our 晚餐米。终于到我们的灯了，差不多排半个钟头多吧。OK， 我们的食物来了，这个是云吞汤来了，这个是猪脚肉，这个是 intestine， 很少哎啦，不是说很多，差不多两三口就吃得完了。七个人 order 吃一碗晚餐米啊，两盘猪肉，一个猪腿、猪脚，然后一个 intestine， 两碗那个 soup。现在我们来 massage 我们的脚了。OK， 我们脚底按摩好了。OK 啦 ，simple， 幸亏不会痛。OK， 现在我们要去 chat to chat， 所以我们坐 BTS， 因为塞车，所以我们坐 BTS 去比较容易啦。OK， 现在我们在淘汰那个 chat to chat， 看人家的东西添掉，打铃去帮忙。我们现在到了 chat to chat 了，现在 start 去走，看什么东西可以买。看 chat to chat 有多热，你看 terrible。I'm so tired。我买这样多了衣服，真的很 tired 又很热。What do you buy, sir? What do you buy?A company, my friend. Nothing. Miss people.
我们现在 order 那个 avocado 的水，它灭了 avocado 灭了。耶、yeah, ，avocado 灭了，因为很热，我们一定要喝，快点来。For the cold weather, for the hot weather 哦，就是要喝这个，哇 ，super good。This is hijack of Missy Bo Blog. Missy Bo is there. 我们来香 Paragon 这边吃我们的 boat noodle， 带他们来吃，因为那次我来吃是两次，觉得很好吃。Our dinner is here. Order a McDonald 来 room 吃， then 你看我 order pork burger before 我们飞回新加坡， I'm going to enjoy it. The best. 他讲他不要吃，让他们看吃最快的。当我们来的时候是有 salmon rice， 哈哈、uh-huh, ，then， 现在没有 salmon rice， 没有 salmon 那个 burger 也是 ，then， 为什么叫 basil rice？ 他那个 menu 写的吗？真的、啊？你们相信吗？有 basil rice？ 是 Miss Hippo， 今天要回新加坡喽，所以我们快点 pack。好了，因为我们六点那个车就要来载我们，准备好要上去 lobby 了，我们要去 airport 喽，回家了 ，hello， 回家喽。我们到机场了，所以要回新加坡喽。现在我们已经抵达新加坡了，我们等一下要回家了。这个 Bangkok trip 呢 ，enjoy 吗 ？Enjoy。因为那些小朋友真的是很好玩的，跟他们一起去。现在就是 end of my vlog。OK， do subscribe to Miss Hippo and Miss Hippo 的 Instagram and TikTok。Stay tuned， bye。